头顶不舒服，感觉有个沸点啊，就在头顶上转啊，头顶上转，可以全方位获取我这边的信息，全方位获取我这里的信息，原来外星人通了电缆线，通在我的那个，左侧脖子，左后脖子那一片啊，这个皮肤毛毛躁躁的哦，现在一下子感觉光滑了啊，那边光滑了，电缆线拆了啊，因为他直接就看得到。直接就看得到我啊，直接就全方位的能获得到我的信息，也可以直接就可以沟通，所以这个电缆线就不需要了啊，就相当于有线改成无线了已经啊，是这么个状况啊，好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